欢迎两位引言人向云、陈汉伟。有些人不想做自己的配角，想要做自己的主人，但向云姐诠释了不同的角色，让她成功获得四座最佳女配角的奖项，而且是这个奖项的纪录保持者。谢谢你，汉伟，我觉得你才真的了不起。你呢，是从配角演到主角，再从主角演回配角，配角主角都给你包了。你不只得到了两届的这个最佳男配角，还缔造了七次视帝的这个记录。不管是向云姐还是我自己，或者入围的同事们，我们都做对一样东西，就是不管什么角色交给我们，我们都会把它做好，即使是配角都把它变成是主角。其实我想每个演员都希望能够获得能够引起共鸣、感动人心的角色，但是想到也要得到，得到了也必须诸付于行动而做到。对，珍惜每个机会，不管是几场戏还是几句台词，只要做到让观众注意我们，我们就成功了。是的，所以每一位用心演绎角色、默默耕耘的你们，值得为自己掌声、鼓掌。是的，这番话其实我觉得由前辈来说特别具有意义，也跟所有在场的艺人一起共勉之。是的，是的。那当然呢，其实向云姐啊是这个奖项的纪录保持人哈，但是另外四位其实呢也是非常有实力，可以说是旗鼓相当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相信五位都是非常有机会的。是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把得奖名单交给了这位名嘴怡凤。不是有你吗？我必须要提醒怡凤，怡凤，我们都是综艺节目主持人，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有危机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怡凤，你现在还拿着对吗？你要宣布有对不对？他在这边，他在这边。好，我被摄影师挡住了，对不起。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。摄影师可以，哎，谢谢。怡凤，你要公布对不对？请拆开信封。你看，我说我们要有危机感。没有麦克风，我们就不是主持人了。而且接下来要揭晓的不是人类啊！哎，大家都要有危机感了，我们工作快要被抢光了。真的是不是？是我们今年呢这个部分要用科技来揭晓。没错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荧幕。即将公布最佳女配角得奖的是，恭喜，她是科技还会卖关子，你看这个她，哎，这轮番恭喜向云姐，给我拿下一座。哎，这个科技还会还我们卖关子一下，向云姐真的是您啊，恭喜恭喜。向云姐凭《你的世界我们懂》思念儿子而过度失智的母亲角色，成功获得破自己纪录第五座最佳女配角奖，恭喜向云姐。非常感谢，感谢评审啊。我的台词已经想完了，刚才那个我没有想到我还有电视上台的机会，真的是谢谢。因为你的世界我们懂，演的角色对我来讲很有挑战性，因为这两年我都演几乎演这样的角色，所以我在想这个戏怎么办。那还好呢，我导演还有监制就建议说用好像纪录片一样的来演，
啊，就是农民 Christine 啊，还有小朋友，在过程中我们其实很有挫折感的，但是没想到我们真的 make it 做到了，很感谢。那在这边真的很谢谢观众们也爱这个角色，很感激。我刚才没有谢谢我的家人，现在赶快谢谢啊！拍摄的时候很忙啊，谢谢我的家人志才、一心、晨曦，还有我的妈妈，还有弟弟妹妹一直支持我，因为我妈妈一直要看医生，所以他们都帮忙我，感谢，谢谢大家。恭喜张艺杰今天第二度夺奖最佳女配角。